世界上有这样一支部队，美国总统称他是最出色的一个，英国女王对他的评价是举世无双。世界上每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仪仗队，它象征着本国的尊严和对他国的友谊亲善。前苏联仪仗队组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仪仗队员以高大彪悍、动作整齐优美而著称，给中国领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仪仗队组建于200年前，由历史上战功卓著的陆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担任。中国仪仗队在世界仪仗队的家族中是后起之秀，但却以独特的礼宾形式赢得了世界各国首脑的赞誉。从1927年8月1日至1952年3月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专门的仪仗队，但用仪仗队的形式迎接外宾的礼仪活动却可追溯到延安时期。1946年2月，在延安迎接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的部队，可以说是人民解放军中出现的第一支仪仗迎宾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国务繁忙，急需一支正式的仪仗部队。1952年3月，中国领导人决定在中央警卫队中选调一批骨干，组成中国仪仗队。走在毛泽东身后的这位军官，就是仪仗队的第一任队长王立堂。当时啊，这个我们国家的地位在国际上不断提高，各国的元首来我国访问逐渐增多，我们国家呢需要组建一个仪仗队，这样呢，当时就是我们警卫营扩大成仪仗营，在平时我是营长，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就是队长，叫队长。我们的成员大部分是从各野战军，优秀的战士调来的，大部分都参加过战斗，有的立过功、受过奖，都是这些骨干组建的这个仪仗队。仪仗队接过祖国授予的军旗后，一代代的仪仗兵高举着鲜红的军旗，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为中国军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这群年轻的士兵，人人都树立了仪仗队重于生命、事业高于青春的坚定信念。他们把这信念注入到面向世界的一举手、一投足之中，用青春和热血伴随着国旗、国歌，
铸造出中国仪仗兵的雕像。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隶属于北京卫戍部队，它与军乐队、礼炮队共同承担不同规格的司礼任务。三军仪仗队的司礼任务通常分为三种规格，最大阵容由151人组成，队长一名，旗手一名，副旗手两名，队员147名，用来迎接外国首脑。第二种规格是由127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用来迎接外国军队的高级将领。第三种规格是由101人组成的单军种仪仗队，用来迎接外国军队的单军种司令。此外，仪仗队还担负着外国领导人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重大活动升旗等仪仗司礼任务。随着中国军队的发展，仪仗兵的礼服经历了五次变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礼服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第二次是1955年，礼服上佩戴着军衔。第三次是1965年，礼服上佩戴着红领章、红帽徽。第四次是1985年，为授衔过渡时期的礼服。第五次1988年恢复军衔之后，礼服做了较大的变革，它是目前最具中国特色的礼服。我们仪仗队有着自己的光荣传统和特殊经历，我们仪仗队的团队作风就是仪仗重于生命，事业高于青春，献身仪仗，为国争光。仪仗队的一举一动代表着民族的尊严，仪仗队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国威军威，仪仗队的一呼一吸影响着世界宾朋的眼睛。仪仗兵的选拔，过去建队初期也是从全军训练好的新兵当中挑选，这个60年代开始呢，就是从全国各地特征，选拔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你比如讲，这个身高要求是1米80以上，体重呢160斤左右，还要求呢就是五官端正、目光有神等等吧。选拔的条件某些方面超过了这个飞行员、潜水员。军姿是军人最基本的姿态，也是军人的必修科目。在三军仪仗队中，对军姿的要求更是一丝不苟，甚至于近乎苛刻。向前看。优美的站姿是动态美的起点，每一位仪仗兵站姿都要求挺拔自然，并能在炎炎烈日和凛冽的寒风中纹丝不动站立3小时以上。正步走，表情，放下屠戮。正步是仪仗队的基本步伐，也是仪仗队员最基本的训练，同时也是对他们意志和耐力的培养与锻炼。为了完成从练兵场走向阅兵场的飞跃，他们每个人每年要穿破7双皮鞋，每一个士兵的脚上都有磨破的伤痕。我刚来仪仗队的时候，为了练就专业动作，确实也下了一番苦功夫。我的脚尖当时怎么也压不下去，为了这个使自己的动作更优美、更漂亮、更符合规范，我自己想了许多的办法。先是自己坐在脚跟上压自己的脚尖，到最后呢请别人坐在我的脚跟上压自己脚尖，长久下去之后呢，脚腕都给压肿了，连鞋带也系不上。但是呢坚持了半年时间，终于把脚尖给压下去。像我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仪仗队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有的同志这个脖子歪，又扎上了别针，有的同志这个腰杆不直，我们采取别棍子啊，站墙根子，啊，坚持长久站立，非常辛苦。但是呢，
这些辛苦就是为了一点，把自己的军姿啊端正起来，啊动作呢标准起来。我们一长兵走向阅兵场，实际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走正步也就一分多钟。我们的标准就是每分钟116步，每步75公分。在阅兵场下，我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在训练中，我们的标准是走北米不差分号，走北部不差分秒。仪仗队的现任队长程志强曾以刚劲优美的军姿被誉为天下第一兵，多年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在训练场上潜心研究出的教学法，为中国军队队列条令的规范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走走走，对面走走，保持间隔，保持间隔，走走好，后腿绷直，枪枪枪枪，枪头定位。这个主要练习啊，您这个前后的距离和行进的方向啊，保持每一个行进方向。好嘞。枪头高点，整个枪高点，好，连一正步，正步走，突入，表情，好，要突入。正步伴随着每一位士兵走完他的军旅生涯。有人曾经做过计算，每一个仪仗队员服役期间所踢出的正步，相当于一个25000里长征。在三军仪仗队中，神情是对内在气质、修养等多方面的检验。在这里，每个仪仗兵面对外宾时，要求神采奕奕、不卑不亢。他们要在迎风迎光的条件下练眼神，30秒不能眨眼，不能流泪。透过他们的目光，体现出的是中国军人的精气神。士兵的眼睛在说话，士兵的表情在说话，士兵的动作也在说话。这眼神，这表情，这动作，就是中国仪仗兵百炼成钢的风采。中国仪仗队的持刀礼节是从1992年开始实施的。它是根据中国历史上武术用刀和骑兵用刀中的有关礼节，参照国际惯例设计出的拔刀、撇刀、立刀、拖刀、举刀、刀入鞘这6种具有中国军人特色的持刀礼节。军刀与仪仗队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军队仪仗兵特有的风范。在阅兵场上，我们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在训练场上的训练却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正是我们三军仪仗队训练留下的口头禅：场上10分钟，场下3年功。
我的感受是，当执行队长不能有病，包括感冒，在检验场上众目睽睽之下，就要执行队长一个人，十几个拔刀动作，三十多句口令，不能有半点含糊。部长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参见加油。谢谢谢谢，下士。仪仗队是一群特殊而普通的军人，说他特殊是因为他们直接肩负着国家的使命，代表着民族的尊严；说他普通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军人有着同样的待遇，有着正常的一日生活秩序。1992年春节，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来到仪仗队驻地，同官兵们一起欢度新春佳节。啊，这是当桌的还是固定的？固定的，固定的。固定的。领袖与士兵同庆，将军与士兵同乐，此时此刻仪仗兵们在训练场上的汗水泪水化作幸福的笑容。在新中国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三军仪仗队的发展无不与国家的强大和繁荣紧密相连。除完成正常的仪仗司礼任务外，他们还多次担负特殊的历史使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和尼克松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1972年2月21日，中国三军仪仗队在北京的首都机场迎接历史上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前往机场迎接这次中美会晤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不知为何尼克松的专机姗姗来迟。那天的话呢，这个气候是比较寒冷的，北京市呢一场大雪后，当时我们的战士呢，我因为呢在这站了40分钟啊，我作为队长来讲的话呢，我就得看一看呢，看一看这个战士怎么样啊。这战士站了以后呢，就浑身呢有点这个发颤，但是呢战士的表情呢很好啊，按照这个总理的指示呢，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当时呢就定了呢，仪仗队呢要加大阵容，也就是说呢，仪仗队由过去的接各国的总统的152人扩建成呢371人，这是呢中国历史上呢仪仗队执行任务最大的一次阵容。当尼克松总统走出机舱时，他看到的是一个他从未遇到的特殊的欢迎仪式。由于当时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机场上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的群众，但庞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向他注目行礼。尼克松曾踏上过许多国家的红地毯，检阅过不同肤色、不同装束、不同阵容的三军仪仗队。对中国的这支仪仗队，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的：中国仪仗队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个。当我沿着长长的队列走去的时候，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1986年北京的金秋时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的仪仗队，她连声称赞 OK， 中国军人举世无双。女王破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能有一名中国仪仗兵随他中国之行。那年我就是在这儿执行任务，当时这个我他就是当年被选中的仪仗兵谢禄江。十多年过去了，谢禄江已经是中国某座小城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回想起当年，他显得很平静。这就是船头朝那个方向，这边是船尾。伊丽莎白啊，在上海访问完了以后，他要举行一个答谢宴会，邀请当时国家主席李先念和上海市委的一些主要领导。英国的这个皇家仪仗队啊，在船上进行了什么军乐表演，当时这个英国女王啊就在我身边。可是作为我来讲，今天回想起来，就是确实是连英国女王当时长得什么样我都没看到。领导人上船以后，当时整个福码头只有我一个人了，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就是手持钢枪嘛，在这执行任务。一直到晚上8点多宴会才结束，这个时候我已经在船上就是站立了已经是将近7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就好多记者，中外记者就主动跑过来为我拍照。这个时候我还是像雕塑一样，就是站到那一动不动。当时确实我心里当这位仪仗兵在这条豪华的游轮上出色完成了陪同女王的礼宾任务后，中国外交部为他请功。三军仪仗队的答复是：这样的士兵我们有许多。1997年7月1日，三军仪仗队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时刻，又担负起一个特殊而神圣的使命。1997年7月1日，我带领全体官兵赴香港进行政权交接仪式。我们在香港期间呢，这个有两家多次的合练。我们在合练当中啊，英国的仪仗队呢说按他们的动作程序做，我方呢坚持我们的动作程序，结果呢我们双方一较量，他对我们的编排的动作程序非常感兴趣，也觉得非常认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果杆是46秒，我得能在46秒以内把这个国旗升到旗杆顶端，我练了整整5000次，没有一次误差。
合练的时候，我们和英方协商好，米字旗降下以后，给我们空3秒钟的时间，也就是说，英方必须在距7月1日00时0分还有3秒的时候把这个旗降下来。可是，在关键的时候，英方却突然提前12秒把旗给降下来了。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英国的国歌奏完了，却迟迟不见我们的国歌奏响，我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可是12秒钟以后，我们国歌奏响的时候，我的感应才找到了。按照以前练的动作程序，开始一把一把的升起。那12秒钟啊，对于我来说，当时就简直是一个世纪。这个权杖呢，在香港回归正式交接仪式之前，英国仪仗队的教官威斯中校作为礼品赠给我的。他把上面打上了字儿，赠陈志强，香港1997，这是香港回归的一个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共举行了13次国庆阅兵。1952年以后的历次阅兵，三军仪仗队都作为第一方队走在阅兵部队的最前列。建国50周年的大典，是中国在20世纪最后一次大阅兵，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作为陆海空三军的先导，仪仗队组成的方队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为了迈好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仪仗队员们付出了更多的汗水和艰辛。三军仪仗队高擎着81军旗，迈出了中国50年国庆大阅兵的第一步。这一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50年历程，迈向新世纪的一步。这一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72年征程，走向更加辉煌的一步。国威、军威看仪仗，这就是中国人民对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最高奖赏。